再过一年就要联考啊！想袂到高中的生活过啊这么紧，也毋过我完全无咧想考试的代志，规头壳拢是顶界看的日剧情节。男主角为了要钓女主角，在大雨里面狂奔，哼，超浪漫的。我就想要跟女主角同款，有一个白马王子，这么爱伊，保护伊。可是那个他，马上对待我，我一定马上嫁给他，跟伊过一世人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时阵嘛是一块小鲜肉，不料缘投呢。你今仔回来就是为着要看这物件。姐，你甲姊夫讲真正无代志。虽然你拄则讲迄是乌龙报道，也毋过我知影你的心情嘛，一定嘛互影响着，所以你才会一个人伫遮看这物件。你若有啥物委屈咯，你著讲出来。虽然讲师傅汉操足好，也毋过吼，恁小妹我，我是有练过，我会甲教死哦，绝对无问题。哎，阮家真心如大汉啦哈，过阿替姐姐出气啊。放心啦，我甲你师傅无代志。哎，这是日本呢。我会记哦，你细汉时阵，大概要写日记，就甲我赶出去，讲不准我看。啊，不过其实哦，你搬出去了后，我已经看几啊届。啊，你文笔足好个呢，啊，像这篇啊，嗯，囡仔伫操场上，那个他对我笑了，我的心情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。万里无云，仿佛普罗旺斯的蓝。嘉豪琼，你来个笑我哈，我给你哄起地水。无啦无啦，你少女心，我冇怪少女心啊，迄心情哦，我会通调解啦。要唔过，有少女心写通调解啦啊。这哦，这个差不多是花痴哦，啊，你偷偷唱几乎像比张翰这丢是要创啥？行，我来你，滴滴笑滴滴笑，你又干啥笑？我等下哦，给你房间哦，冰柜来找，找看哦，你迄个小王子的相片。哎，唔对哦，照你的个性哦，可能连迄种影片都有啊。来，手机啊，摕出来我看。哦，我手机啊，都只放伫客厅，无载你来啊。哎，这情书向下啊，我之前哪有捌看过哈？哇，搁爱心的哦。啊，是你三号机会啊？阿妹，我念几句啊，互你怀念一下。冠廷，我今仔搁伫操场顶，看着你拍球啊。你也是甲平常时同款，轻轻松松就打败对方。所有人拢讲你是咱学校的樱木花道，也毋过我感觉你比樱木花道帅多了。你有流川枫的帅气，道明寺的正义感，花泽类的温柔。不管你行到底，拢是同学焦点。其实你嘛是我的焦点。而且不知不觉，我嘛默默地在你身上聚焦了好几个学期。我想要对你讲，我喜欢你。来啦！哎，
间过了足紧的。迄阵读高中的时阵哦，去上课就是为着要看恁姊夫。啊，嫁予恁姊夫了后，生活嘛是为着恁姊夫。恁姊夫占满了我整个人生。嗯，对啊。啊，你讲这情书是要写予姊夫的，想做还搁伫遮。因为恁姊夫啊，想跟我告白啊，所以这张批就免寄出去啊。哦，原来你是在炫耀你的人气就管呢，场内好孩风云人物，拢给你收编啊哈。啊，算了啦，是不是？搁要笑我这个男人婆没人用？哎呦，我们哪会笑你啦？哎，啊，你跟唐永泉不是改做我的？我想讲你的进度敢袂收慢啊？我跟你讲啊，虽然讲你是噪音啊，也唔过吼，有当时咪较主动的啊。你有冇听过哦？女追男隔层纱啊。当初我跟你几乎出去约会的时阵哦，嘛是我先牵伊的手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开。我家己的婚姻拢行到这个坎站啊，我有啥物资格来嫁新妇？讲安怎了了一个查甫人的心？姐，你想怎样啦？拜谁啦？是我输白吧？我才不知念什么情书啦！你就知道我这人心情足大条的啊！要不？我替你去把那个查某嫁死啊！我拄才看新闻，看起来哦弱鸡呀！我三秒钟就会当哦，该砍就砍。你是咧激动啥啦？就甲你讲，那是乌龙报道啊！啊，你无来无去去互拍，那不是假衰？我甲你姐夫真正无代志啦。可能是最近咱替你姐夫做算啊，我常常拢会感觉足忝的，足无精神的。哦，不要紧，我休困一下就好啊，哈。惠妮，我物件嘛已经找到啊，好，来，我陪你去做 SPA， 轻松起来。